我妻管严，挂了，家庭地位摆着呢啊，看着了吗？哎呀，你给我来啥的？我怕他，这是笑话。怎么接电话呀？啊，我那个手机坏了。啊，那个没啥事，外边下雨了，你带把伞。不是。然后你们好好玩吧啊。就一把伞，那你咋整啊？我没事儿，你带着就行。拜拜。不，不需要，不需要。你不需要。不是你。为什么买东西呢？还不行了呀？你这是。暗床看见，还有你气管炎呢。我看着漂亮，看着美丽了。你能不能别给我老乱花钱啊？你是不是买错型号了？套不上、啊。不可能，我怎么会出错呀、啊？错也是你的错。我哪儿错了？我给你买的手机壳你套不上，那就不是你的手机，所以套不上。不是我的手机。那我能出错呀？我辛辛苦苦给你买的，肯定你错。是是是，这不是我手机。你手机呢？我手机，嗯，不知道。我知道。啊？在这儿呢。这。你手机？你说手机坏了吗？给你的，玩游戏可用上了。十字 Pro， 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还好了，这是我在转转上买的，用先入手，跟新的没区别，比新的还便宜太多了。啊，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用。转转是一个官方验二手，买二手就能买官方验过的，强烈推荐。买二手平板和电脑都去转转，全都保修一年，便宜又靠谱。确实不错，那我也不能要，我不想让你一直为我付出，我也想为你付出。你干什么？我也想为你。你干什么？我也想问你，那你手机给我吗？不是，你要那玩意儿干啥呀？我再上专门给你买一个十四呗。我差了一个十四啊，只要是你的一三加上我的一四，合起来就是一三一四。刚才对不起。以后呢？对不起我的事儿，我少做。那也不至于脱衣服吧？男人的面子很重要，正常的交际应酬我都可以理解，但请你下次不要再挂我电话了，我会担心你的安全的，在家。你给我尊重，在外，我得给你面子。